要了。不是啊，刚刚不是有一个佩佩猪？啊？佩佩猪有没有在下面？坏掉了、哦，那你啊，小乖要修理啊。你刚刚踢到了、啊。我找不到了，我也找不到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找不到就不可以玩了、欸。我先冲娃娃车来的，阿飞，你让我的车走。啊，刚刚那一只佩佩猪跑去哪里？我找到两个。啊？刚刚跑去哪里了？小乖，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好。哦，那你要收好啊。那是小智啊。那个是小乖。在小乖会看书吗？来，那你坐这边看，然后你念故事书给阿伯听，好不好？哦，从前有一个小孩叫做小乖。哦，他玩的时候，结果噗一声变成屁屁超人，然后噗一声就飞起来了。对吧？然后大家就闻到，怎么臭臭的？然后长颈鹿又去拆一台车了。然后他的椅子臭臭的要怎么办？然后他的椅子上都是大便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大便要怎么办？换尿布。那我们赶快来帮小乖换尿布吧。好吧。来，小乖躺好，来换尿布。嘴巴一等，嘴巴。你是医生吗？来，那你躺着，我们帮你打针打屁股。有的大卫的脚。好，你看依依的都生病了，你赶快去帮他打针。好，打针。对，对，你们玩一下。那小乖是医生，要打小鸟啊。